响。横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。竖画是在横画中间偏右。点，这个在这个横的下方。横折，不要写太宽，要窄一点。这个横间距基本相等。卧钩，这个起笔是在竖的下方对准，这个竖的下方。勾上去，心字体是在字的中间偏右。铲，横撇，提按，在点的下方开始转折。竖画用垂漏竖，撇折不要写它太大，要写它短小一点。横间距要相等，竖画在横画的中间，要长一点，垂直。这个是用垂漏竖，要靠上；这是悬铃竖，要向下长一点，把空间留出来。关，这个横在这个竖的下方，上面粗头长，下面短一点。也是一样，上宽下窄。口不要写太大，应该是倒梯形。撇在这个口的中间。竖画要用垂漏竖，要细一点。这个竖在中间，这个横的中间偏右。横间距基本相等。不要太长，横折，横要细，短一点。撇短一点，撇要收，注意我们要把这个收完钩放出去，要长。横间距相等，右边的空间大，高低要错位，注意收进。横折，横要细，竖略粗一点。这个横画要稍微长一点，竖在中间，要垂直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。四个点不可以写得太大，最后这个点略大一点，向右下方斜行笔，
由粗到细。提按向左下方斜行笔，竖一竖间距基本相等。最后一个横托住上方，这个横是最长的。